Dave 老师，嘿，又来了。没什么，就又现买现赚涨停板，想学吗？当然，看影片。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股市最前线节目当中，你邀请到的是领先趋势掌握未来华冠投顾高敏章高老师 ，Dave 老师，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全国的投资者大家好，我是 David 高敏章。今天来到了全新的12月的第一个交易日，大盘是开高往下走，但是老师，你的股票、我们今天又不止一、不止一只涨停哦，一档是前两天买的亮灯涨停板，涨停板，那一档是今天早上买的，也是现买现赚亮灯涨停板。相信全国观众、听众，包括我们的会员朋友们，嘿，应该都习以为常了，习惯了。老师，你不是每隔两天就来一次吗？哎、欸，时不时就来个几次。对啊，一个礼拜就会来好几次那种现买现涨停的。是的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想学吗？当然想。David， 这一段录完，嗯我就要换摄影棚了，去录那个教学影片。哎、欸，真的是加快速度、欸。现买现登登，现买现涨停，选股秘籍大公开，专属影片。是的。分享给全国所有观众、听众、投资好朋友们。嗯哼，不收你一毛钱，不收，纯教学，免费的，免费的。想知道如何轻松现买现登登吗？是啊，欢迎你来报名这一支影片。好的，活动完全是免费的哈。老师原本是礼拜五上架，所以呢，昨天有先预告了。有了，我们要赶工，我都已经写好了。我们要加速，对啊，加速处理，让大家先把这一套功夫先学起来。不能早学一天多赚一天啊、欸、真的早要认真学，一定要认真学，我认真叫你要认真学。认真认真学，把它学起来，学到是你的，嘿，赚到也是你的。哎，今天除了两档登登之外，哎、欸、其实这两档是同一个族群，两档是同一个族群。我前两天不是讲有个族群在动哦哦哦，它不是相近的吗？哎、欸、对不对？嗯，哎、欸，对，我先讲哦。David 过去这礼拜已经有三根涨停了，是，然后其他已经快 也接近了哈，因为还有好几档在路上，其他正在路上。这礼拜这三根涨停，我在今天的影片里面就全部公开哦，包括前两天那一档，包括今天这两档，我全部都会公开，因为我顺便教学嘛，然后跟你讲为什么要这样选嘛，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、欸，直接公开耶。报名、哦、直接报名啊、哦！真功夫，哎、欸，真本事，真本领，不花你。你知道今天客户才好玩呢、欸，我不是买了那档新的嘛？对，它、哦、是个低价股，今天买那档是低价股。是，然后他说老师，这一档为什么要买这一档、啊？哎，为什么买它？说那你买了吗？买好了，那就买完不到五分钟就急啦。我不到五分钟，然后大概二十分钟之后就涨停了、哎，为什么？老师，你怎么知道是这一档而不是别档的？台北股市今天明明指数早上大涨啊，那开高走低，应该股票也都退路啊。是啊，理论上是这样嘛。应该是加权指数开高走低，股票应该是开上去会掉回来啊。对，欸、老师不对哦，啊，你的怎么都涨停？是啊，而且还锁得紧紧的，很扯，对不对？哦，扯，这怪吧？怪，你要理解他为什么嘛？老师说，来，你看他的这个，就是有人在哪里呀、啊？在所以这个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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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因为品化这个会觉得很奇怪哦，是因为我他背后有一套逻辑，嗯，就是说你要先从行情的研判到族群的选择，是到个股怎么发动，然后一个一个来，你才会知道说哦要买这一档，因为你现在只看到说哎、欸、今天对呀，为什么那个地方有的，我常讲哦，会飙的股票，嗯，一定有人照顾。这件事大家可以理解吧？可以理解吗？嗯，那有人照顾他，总要有背后的理由吧？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对，基于什么条件、哦？基于什么理由？这样的股票容易有人照顾嘛？哦、所以你才会去锁定它嘛、哦？这才是我们要教的嘛？哦，不然你要我教你什么？一步一步推，教你技术分析吗？不要、啊，不用啦，技术分析脑它厉害哦。我跟你讲，技术分析很好用，但是你要学的是更进阶的。哎、欸，没错。更上层的功夫，哎、欸，你要是 2.0 3.0 版的功夫、欸，人家都已经不知道赚到第几店了，你还在那个波浪理论？什么波浪理论？不是啊，还是什么站上均线？对啊，站上均线。那我买的时候都是破线的时候，对，没有站上均线啊。对耶，我10月27号空单回补，反手做多，是啊，台北股市都被锁了一线的压着嘞，没错。我就已经跟你讲，那会超过1700点，结果扯不扯？扯，现在2000点了，自救哦，是至少哦。我买的第一天就跟你讲了、欸，不是现在告诉哎、欸，台股我在12700点就跟你讲反弹起来，至少会超过1700点，甚至会有2000点，到今天已经超过2000了。
今天一万五了嘛？哎、欸，这个真的有点可怕哦，老师，可怕的地方就是，你看这样子一个感觉就是啊，我一个半月前就跟你讲了、啊，先来试反弹，反弹 ，no， 错，哈、哦，错，这样看会赚钱哦，直接脸打一打就算了啦，别闹了，秋西郎，后脑勺准备，不是这个就是。Ben 神来，你知道吗？两光啊！为什么行情 ？David 买完就跟你讲，对、啊，这个至少超过1700点，欸、很笃定呢、欸。我字卡都有留着，有。我今天在那个教学影片会接你讲，为什么怎么看出来的？连这个也可以看出来？可以的，股票看得出来，当然是族群，连行情都看得出来，不然怎么会知道可以涨这么多？不然 David 问你，我如果以为是反弹，我为什么创意要摆了超过250块才要卖？对啊，我为什么一张创意从400块弄到700我才要卖？呵呵，为什么？那表示我一开始就知道它会超过啦。这样是平外问我说：“老师，创意从400到600，你怎么还不卖？”对，我不急啊，还没赚够、啊。我有没有讲过这句话？有，想起来了没？不急，你觉得对不对、啊？那表示我一开始就知道会到了嘛？对嘛？那怎么做到一开始就知道嘛？哎、欸，这一开始的动作就决定你的胜败了耶。不然为什么 David 是？妖股大师被认为传说中的妖股大师，哎、欸，真的耶，连同业都要来买我的口讯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真的，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太佩服了，连同业都要搞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他看了老师口讯之后，涨停了吧？啊！我刚跟录节目前跟平老师，谁直接会懂？看涨停了，结果真的快涨停了，就是我们很快、欸，真的很快。我现在节目才录6分钟、哦，我们大概10分钟前我跟平老师说，哎、欸，这一支很久没来，会懂？这是有哦，录到一半忘记了、啊。好可怕、哦！但我先讲哦，因为我手上已经很多标股，我要卖掉旧的才买新的。对，所以涨多了不要追我，我随时会卖哦。不要追，小心会被 K 到了哦。所以还有底部的啦。有啦，你不用担心，真的。David 今天涨停的股票都是底部起涨的，是，而且现行涨一模一样。哎、欸，他们现行真的，你如果看到你就觉得老师啊，你买了啊，这个现行不是破线吗？对、啊。哎、欸，隔天它涨上去，再隔天它、啊、怎么突然涨停了？就是涨停，对。啊，你有没有买在前面？对，你两天前都买好了，啊、对，你已经买好了、欸，你都不用追，嗯，买底部起涨是。老师，你买的时候我真的不觉得它会涨，哎、欸。就过两天真的涨停哎、欸！我觉得刚刚那位比较扯，老师你怎么用买它？就几分钟之后他，哎、欸，吉拉，吉拉，老师你很厉害，吉拉哎、欸！然后再过20分钟，涨停了，涨停了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吊吊屋，常常有，不会每天啊，那常常有了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买股票，我总是要卖掉一些旧的才会有新的。对，哎、欸，这套功夫你一定要学起来、啊，我验证多少次给你看了？哎、欸，这套功夫可以祖传8代。但我先讲哦、嗯，你今天。看这个影片哦，认真学。如果一次看不懂，麻烦你看2次、3次，可以吗？哎、欸，看他千遍不厌倦，对，一定要学起来。我尽量讲的非常简单，让你浅显易懂，让你去体会一下。哎、欸，原来是这样看、不用猜，不用猜啦。为什么也不用挑？因为有符合这种方式的股票不多。嗯，你就可以限缩范围，是，这样就好挑嘛。哦，不然台北股市那么多股票，老师你买怎么那么容易涨停？1800、1900档哎。啊！你就那么几档股票，买了就涨停，买了就涨停。哦，9点多就买好就涨停，就是涨停啊，套在的背后啊。你看 ，David 今天涨停第一档哦，那一档啊，是我2天前买的，那时候刚破线嘛，2、3天前。然后呢，他刚破线，突然拉起来那一段，他那天没有涨停哦。嗯，我觉得蛮好的。那天没有涨停，那时候股价是170几，呵呵，今天快200了。哇！啊，今天这档是啊，这一档低价的，今天现买现涨停，这档是今天早上买到30、30-40块而已。那这个族群也是，他们两个是相类似族群，但是、那个族群比较杂，要分一下。我会讲是哪个族群。今天节目好看完好，晚上那个报名哈，我影片里面有，我都会公开，你就知道了。哦，今天录完，然后明天上架，今天会上架啦。哦，今天就马上上架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加速版的，所以。投资好朋友，这道功夫一定要先学起来。我已经拿着那个鞭子抽他们，赶快弄，赶快弄。现买现涨停，选股秘籍大公开。为什么老师嗲嗲五涨停买的股票？劲熊的，劲熊的。我们都是底部买的哦，尤其是、都是底部起涨哦。哎、那个小树苗冒出头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先买好了。所以涨停板轻松得到，正常的事。金价是就好谈呢。想学到这份这个真功夫、真本领、真本事，来活动完全是免费的哈，把它学起来。赚到就是你的咯，广喜一样留给大家打电话，赶紧来做报名咯，广喜一样留给大家咯。哎呦呦，先问大家一件事、好好好，大家
喜欢数学吗？喜欢数学。哎，平花，你喜欢数学吗？我没有很爱，糟。David 的方法是从一些数学的逻辑推理演化过来的，但我没有跟你讲任何数学的东西，所以你很担心。我问大家一件事，大家小时候也许有些人喜欢数学，有些人不喜欢。不喜欢。那数学是很多科学的根本啊，对，所以我是蛮建议大家认真学数学的。嗯，但学数学不是为了考得好，学数学是为了理解它的逻辑性。什么叫理解逻辑性？很久我在 David 大学念经济的哦，经济学有三个最主要的科目，一个是经济不用讲了，另外一个是会计统计，嗯哼，经济会计统计，还有一个微积分，所以这四个全部都是数学，除了会计不算，会计只要简单计算的，但是其他都是数学，所以数学不好的不要学经济学，因为你会啼笑。好，重点来了，为什么 David 刚跟你讲的，我今天教你的方法是从数学演化来的，只是我们用白话的方式去讲解它的过程。我简单先演练一次给你看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首先，当台北股市从10月27号 ，David 说空单回补，反手做多。老师，你空创意耶？是。那你做的怎么又买创意？对啊，空它，然后后来也买它。那你有没有发现它会是一个意思？就是什么？那一档股票是指标股吗？懂那个逻辑吗？它是指标股，什么意思？听不明白？好，看影片啊，那就是起点。它是一个开端，那为什么那个族群细致才是开端？为什么细致？老师，我这台北股这么多族群，你做完细致才做生意，然后前两天要买那个什么，对不对？天上飞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哦，那个族群你应该猜得到了，就是三只股票。然后老师，后来你又说还有一个族群，哎，今天又涨停。为什么是这些？我的操作不是单纯有只有技术分析或者看筹码而已。还包含了产业基本面，我是合在一起看的，所以它会兼具天时地利人和。所以为什么我买完创业就说，哎，650、700再来卖就要不急。600到了，老师你还不卖吗？我要，还没赚过，没赚够，我不讲过了。对，那你要超过650，哦，那可以，我慢慢卖。超过600，我慢慢卖，这一波上来够了。我现在已经对它没兴趣，750已经没兴趣，我们要赚其他的啦。拜托，我换过去就涨停，我好差黑，真的是。我又不是只会做这个而已。转过去的生意，每80块钱价差三根涨停板也很好赚哎。美食我卖掉了，不要再追哦。但是我讲美食不见得涨完哦，因为我会卖它，是因为美食是5分钟一盘，它是现盘交易。对，我要把钱拿去买新的，结果又今天涨停了。是的。好了 ，Anyway， 刚刚讲那个就是今天教学影片的开头，教学影片的开头。我会告诉你怎么样去理解这个行情长什么，是怎么样去观察出来的。对对对，就让你会觉得老师为什么创意才刚起涨你就买好了？你原本是放空创意，突然又做多创意，还在泼这300块，四星金星科这样子。对呀，那为什么后来要转生意？在基于什么条件下选择这样的族群？对 ，David， 今天的影片都会讲。好的，那你就尽管赚，认真学，好，把功夫学回去。这一套感觉听起来，我们有完整的系统啊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不然我不会这样挑啊！现在你可能兜不起来，老是想这个，如果因为你平常看节目你是片段的，你当然兜不起来啊！哦，如果把这些的片段把它全部串起来，那你把它整理起来，你就发现，对 ，David 确实有一套的逻辑是在选股票的哦。所以你今天是把这个逻辑学会，所以说你要。如果你不讨厌数学，或者说，老师，我虽然数学不好，但是我逻辑辩证我那个论证我可以理解。OK， 这个就很好学，因为我就是用简单的方法教你而已。是，对，一般我们就是可能这一块，然后这一块，这一块，老师不是，他是这一块，这一块，这一块叠在一起，当然叠在一起啊，融合起来，要融合在一起看才有用啊。哦，因为你今天买的股票要好，那市场才会认同嘛。不可能，我创意买第一根我就买好了，我后面我没追。后面全部是别人帮我拱的啊！对对对，没错。你看我买完之后，外资大买，有投信大买，都来了。世新也是啊，基金科也是，元山也是啊。你看1795美食也是啊，我买完之后，那法人开始大买。对呀。那我是买的比他们早。有。你想不想买的比法人早？当然想。不用看法人进出，就像很多的电视节目啊，会先看很多的分析师啊。你看今天前十大买卖超，对呀，三大没有用的资讯。哎呦。我买的比较早，你为什么看我的？对呀、啊，你又买的是新型的纸，不然为什么同业会买我的股票？是啊，我买完之后法人才追到。
欸，而且不止一次哦，是几乎十之九之都这样哦。欸，我有点觉得哦，老师，嗯，你买好之后啊，投影看到你的扣讯之后就不了不了不。有个我们猜啊，我不晓得。参考参考，大家参考参考了。啊，真的好猛，欸，好玩啦！这是教你一个好方法啦。哎，欸，这好用 到。那为什么 David 说不用收，不要收费？是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教学对你有一定的帮助。对。但我不敢说今天学了之后，明天股票就会涨停。对对对。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分享了，嗯，分享是一种乐趣啊。是。有钱大家一起赚嘛。当然当然当然。但是如果说你像品化一样哦，可能。看了这么久，你还是懵懵。那欢迎你跟上脚步。对，因为我教平很多次，他还是不太理解。好了，我都是片段、片段、片段、片段。对啊，那你去看教学影片，那个是整个完整的叙述会比较清楚。好的，好的哈，这个脉络把它抓出来。对啦，不要半桶水，好不好？要认真整个学好。好的，等一下马上来打电话。你还没报名，赶快报啊！报名啊！哎，欸，不要问老师，老师不知道账号密码哦。我是真的不知道，账号密码不在我身上。老师只知道接下来要买什么股票，我只知道哪一只会动而已。哎，欸，哪一只差不多了？哎，欸，真的，嗯，真的不打诳语。刚刚录音前，老师就他也还没涨停呢，是9%而已啦。老师说这涨动了，像那时候4%多嘛，现在9%啦，可以了。他说这涨差不多可以了，就结果急拉，马上急拉，哎，欸，扯！但我先讲哦。我今天很多涨停了，所以我明后天要卖掉一些旧的，准备来买新的，才会买新的。好，有兴趣的朋友赶快跟上脚步，欢迎你跟上脚步。好好，那么重点是这一支呢教学的影片呢，不收费用，不收你任何的费用。教学相长，其实你看我常看那种技术分析教学，什么有初阶班、进阶班、什么顶级班、什么班的，我都在想，教了这么多，你到底学了什么？很现在学费很贵耶。不便宜，随便一个班都几万，欸，真的不便宜。但我真的很好奇，这个投资朋友，你当然学习是好事，对对对。但你学了这么多，你到底会不会实际运用？哦，这才是重点。因为其实股票市场的实际运用比较重要，欸，学以致用嘛，对不对？就是真的能够用的东西不多，欸，嗯。所以为什么说我这个影片我不要收你钱？是因为你去看看什么叫真的能用的，是是。那个很管用，欸，这些都是实战教学出来的，就是从长期的累积才会有这种东西啊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好了，那我们来聊下一段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可以准备换场了，准备要换场，我们要加速。对对对对对，要换到隔壁棚去了。对对对，好，来，然后要转场了，对，要转场了，哎，要转台吗？欸，听起来怪怪的，转，欸，又不正了啊！这个节目真的是。你看不正放任是对的，我有朋友说来不正是你的，然后呢十八禁也是你的，我只要拿秘密的秘就好了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我很正常。为什么不正？我只是股票会涨停而已。不正十八禁，你看嘛，所以品化把他的天分都用在这种奇怪的地方，难怪不理解，糟，对不 对, 對？都用在一些奇奇怪怪的，脑子嘴巴讲的，然后头另外又在想其他的，对不 对, 對？就是你在一直在想一些无微博这样。哎呦，真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哦，用数学好好学，对不对？先来打电话啦，赶快来打电话，好，交给影片，好，来第二段喽。欢迎持续回到股市最前线的节目，亲爱的朋友，您电话打了没？今天老师要加速哦，把影片录好之后，今天就要上架了。今天晚上上架，我们加速一下，热腾腾，因为我怕明天又涨停了，怎么办？对，今天已经两根涨停板了耶。对。现买现涨停，现买现涨停，两天前买的又涨停，我的妈呀！你看看，都是底部起涨哦。是的，我今天会秀这些股票涨停之外，股民代号族群，含背后的理由 background 都讲给你听，全部为什么这样买？哦，你就哎，老师原来要这样调啊，你就容易学得会。这些影片你真的要把它好好的学会，要好好学哦。而且我们这一次拍完以后，可能不见得会有这种机会。真的，因为有时候蛮懒得拍这种影片，会累。这个选股秘籍大公开真的是有别于您可能在外面看到了不一样，零零总总这些教学，啊，那个太零散了。真的，嗯，其实教学我是希望它是有系统性的。嗯嗯嗯，就是说，为什么要选那个族群？对，背后的理由是什么？是基于什么样的条件？嗯，难怪市场会认同，所以你常发现 David 买完之后股票涨停，结果从当天或隔天之后，法人开始大买。有，你有没有会有没有？你应该都会注意到 ，David 永远比法人早一步，没错，甚至早两三步。有，为什么？就表示我看的东西很快，而且很精准嘛。
所以我很理解主力的，我很理为什么人家叫我们妖股大师，是因为我很理解主力的手法，主要力量他的手法，他的喜好，他的操作，我们的逻辑是一样的啦。还有，懂吗？你看，你就要比他更暗黑了一点。没有暗黑啦，有钱大家一起赚嘛。哦，观众朋友，你学会那种哦，原来。对啊 ，baby， 这才是好招，高招。空创意之后200块钱，反手做多，哎，创意又300块钱，然后呢，做完了细资材之后又转美食、美食合一中天，哎，宝林富180度、360度。对啊，而且我讲哦，我这半美食卖掉也不是因为我看不好它哦，它就是因为它5分钟一盘，我觉得它急了，太急了了，所以我换过去，你开始涨停。哎，换了，换了新族群又赚涨停板。好换了，我说老师，他还在涨，为什么要换？哎，换了涨停板是不是很好？这很好啊，更好啊！换一个低价的还涨停，对呀、啊。而且，今天涨停板的股票前几天就先买好了，啊、还有甚至、今天还买档新的，现买现赚还涨停板。就因为这两天有新跟上的朋友嘛，总是要照顾一下嘛，多补两根涨停给你嘛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说，老师你又 again 就你会你又来了，新朋友会觉得哇好准、老朋友会觉得你。我要老师讲啊，你进熊一样。所以我发扣讯叫你、叫客户买股，他们是不会犹豫的，会直接敲了，因为慢的你就没了，对，就没了，后面其他人就没了，就没了，涨停板有钱也买不到，排队就来不及啦，你就被别人赚走了，是啊，所以你看哦，难怪老师的个性就是快，等等。出手快哦，快很准，快很准，让会员好朋友赚钱快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也因为这样子，我们的这个会员好朋友都已经习惯，有他们已经被我训练得很好了，真的是训练有素。就像我说，早上8:50哦，我都会习惯发个那个盘前的讯息哦。比方说，今天早上我就讲说啊，因为美股大涨，今天已经大涨了，但指数不重要了，你看我买什么股票就好。哎，对耶，哎，老师，今天指数开高走低耶，是不会不差，我们先买先涨停。今天指数是开高往下走的，你知道今天指数开高走低杀什么吗？杀金融，涨起也金融哦。尾下面杀金融哦，虽然说联准会已经成鲍尔已经讲了12月刚刚在缓升了，是两码了，对，但这件事其实也不意外。我们10月27号空单回补反手做多 ，David 就跟大家讲了，12月很可能是两码了，是啊，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管联准会做什么，因为你一个半月前就已经知道了，你就已经知道了，我已经讲过了。好，那为什么杀金融？对，为什么杀金融？对啊。但美国12月升两码，对于金融业手上的部位还是会有曝险的问题啊。哦，不是吗？有手上的利差越来越大，不会有曝险的问题。会。所以我才说，为什么明年很多金控金融公司有一部分啊，可能那个配股配息的部分都会下降，就是这样。会被吃掉。因为它账面上有些损失。对。那个未实现损失，你就不能拿，就会有一些。配息上会有问题、所以你看哦，杀金融反而，今天电子强没有错哦，电子强，但强的不是正统的电子股，哎呦，都是不正统的，都是不正统的。你看 David 手上涨停的两只是电子股哦，但他们不是纯电哦，他们是混别的东西的哦，天哪，他们是电子股的次主流哦，边边的，但很飙哦，很蛮妖的、这两档都很飙啦，是，尤其是这个族群哦，我喜欢啊。我刚刚问老师，我记得你之前都会一次买一双、为什么？我会分开买哦，因为我在算量啊。对，我心里想说不对啊，伊老师，因为那两档的量不一样，我要算量啊。今天早上量对了我才买的。天哪，今天早上量对才买的，看不懂啊，去看教学影片。投资朋友有订阅视频的好朋友们，来，你说这个，我相信哦，今天会员股票涨停，老师，为什么我买的不涨停，你买就会涨停啊？正常啊，因为我看的东西跟你看的不一样。我们看的是同一个画面的，我们看的跟老师看的不一样。好，那赶快把这套功夫给他学起来。好啦，这两天重点就是哦，赶快先报名我们的这个教学影片，先买先登登，大家都喜欢。那虽然不能天天有，但可以常常有，喜欢常常现买现登登的朋友，选股秘籍大公开，赶快来学，报名是就对了，免费的，还有免费哈，免费哈。
直接让您教学相长后把它学起来，手把手的教学，老师录一遍你可以看好几遍，就是这样才方便啊，我录一次就好了。真的真的，原本是明天上架，我们赶紧加速，我们加速一下，加快脚步，然后让我那个稍微那个虐待一下那个后置的朋友大家很开心啊，因为可以早早来看到，然后呢先把它学起来，早早学会早早享受，对呀、啊，说不定明天就可以用了，因为我们今天看完，明天早上就可以实战了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就可以实战。因为这样的方法开始找，好用哎、欸，哪些股票有机会？好用哦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千老板不要再犹豫了，这次活动真的是完全免费的哈，不花你任何一毛钱，就可以让你把老师的真功夫、真本领给他学起来。你可能在外面可能有很多的教学的课程，你可能看了很多，也学了很多。可能你想要，哎、欸，老师，我要看你这个到底管不管用，也可以来挑战一下。你可以看啊，但我常买，我很容易先买现场听，当然是管用啊。只是我想问的是，你有没有认真学而已、啊欸？如果真的看了两遍、三遍，好了，也欢迎你跟上脚步，直接跟上脚步了哈。老师像，现买现涨停的机会真的是还蛮长的。比划也觉得很神奇啊，真的很神奇啊。我们从10月27号到今天，已经有多少只涨停了？哎、欸，好多了耶，起码20几只了吧，数不完了，我都懒得数了。真的，嗯，因为我一个礼拜就会有4到5个灯啊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没什么好数的。一开始哇、哦，这个礼拜6个灯，那、哦、过两天要4个灯，就手上面这好累啊。数到心都累了。我记得上上个礼拜4、5是4个灯，然后呢、啊、隔一个礼拜又4个灯。那你看这礼拜已经又3个灯了，又三个灯嘞。今天一个礼拜有4到5个灯的话，你从10月27号到现在已经超过20个灯了吧？有，噔噔噔噔噔，不意外吗？不稀奇吗？不稀奇。对，说不准明天又来了。哎、欸，有可能哦。因为我看有些股票又在动了，我是觉得，老师真的常说，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这是可以哦，2、3天前就可以买了。对啊、欸，没想到，马上就涨停了，就涨停了！我的老天儿啊，也太准了吧！要练习，大家好好学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真的要多练习、哦，功夫教给你，师傅领进门，但是要认真学，好不好？人，好不好？把这一套功夫先给他学起来哈，不管是验证也好，或者是实战来做。操作也 OK， 现买现涨停，选股秘籍大公开。这次的教学影片是完全免费，不收你任何的费用，一起教学相长。老师，等一下要换棚录影了哈。好了，这边呢，赶快谢谢我们的 Dave 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。OK， 谢谢平话，谢谢全国好朋友们，现买现登登，选股秘籍大公开，赶紧来报名。YT 频道的好朋友，明天见喽，拜。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